天介绍的是可调式三用配可，这是一个塑胶板而已，简称三角形，一头尖，一头中，一头圆，然后挖一个洞，一个钥匙圈插进去，加进去之后可以调节，往这边搬，它比较硬一点，弹电吉他硬一点比较好。刚才弹乌克丽丽，我们是调的中间一点，而这边这一头是中的，也可以调，一调，这一头是圆的，也可以调，但是它现在已经是强，再往两边侧面调才变成弱，这是用刷和弦的比较好用。可以有其他的颜色，蓝色啦，上面可以自己涂鸦，红色啦，上面可以签你的大名，黑色啦就比较强一点，塑胶片随你自己选择。请多指教。